今天开始孵化野鸡蛋和自家养的土鸡蛋，考上了985研究生，毕业后走上了人生巅峰。快来看凤凰蛋，这是个鸡蛋，这是个凤凰蛋，差别好大啊！这个，这边都是大腿，这边就是鸡腿了。这是凑了两天的土鸡蛋，土鸡蛋，凤凰蛋。你这个蛋不洗一下根本不敢放进去，好脏啊，都是鸡屎。 A few moments later， 现在来孵化野鸡蛋，商家说不需要消毒，反正孵化器还有那么多空位，干脆把那天捡了21个蛋一起孵算了。脏死了，21个鸡蛋，30个三鸡蛋，看到时候能孵多少个。期待新伙伴的加入。太密了，扯了之后可能还长得更好一点，你去看。